it.明明啊，唔系呢度走咗啦，爸爸快走，爸爸望翻嗰班人，唔得唔得，减啲。 好，慢落，慢落，落，慢落，好，打人啊，后面，得啦，好，好，灯。 听唔到，等等啊，哥，Action！ 好，全部预备啊，志松得系咪？好，我哋预备 ，Rocky，Action！ 慢一点，速度慢一点。得，加油，得唔得机？
好，全部听住啊 ，action 就放啦。晕咗，快点，快点！啊，等多久得啦？
冇事啊，冇事啊！喺度，喺我呢度嘅，啱啱好啊，咁就係啦。Two, three, cut, sh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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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t,一二三
Action！阿 B， 你真没错，你真没错。开工嗰时佢就开始喊咯。咩叫？叫有车咋？做架 Ferrari 啫。笑下，望住我。
大車啊，出面有乜快車？細車依架好有，依架好有幾好啦。不過紅色就好似唔係幾理我。啊，呢架啦，呢架真係差唔多啦。幾 cc 啊？啊？咩？幾多 cc 啊？你答唔答我啊？嗱，你咪唔答我啊？嚇、啊？個擋條啫，好少啫。其實我都睇中呢架啦。嗱嗱，我落病搞住佢，真係好勁！坦克式嘅車身，污糟咗都唔使點打力，牛先型嘅外殼，馬力又夠，你話啲女點樣都點會唔死啊？真係，外殼馬力又夠，你話啲女點樣點會唔死啊？真係，啊！啊！三千萬收到，你同 BB 上嚟啦嚇！三千萬收到，你同 BB 上嚟啦！三千萬收到，三千萬收到，三千萬收到，三千萬收到。誒，琴日就最尾個級，今日就中間個級。資產錢高高頂上。兩個你知個路，你知個路嘛？係啊，多啲啊，整翻條啊，最多錢花啫，你會自打嘅。真係自打嘅，真係好似你講先。阿志華，你再笑啦！你唔再笑啦嘛，好啦。俾你錢咧。知個路。係啊。佢哋兩個有關係噶，冇問題佢哋啊。如果你有這種感覺，柯小凡是他媽媽，跟你的感覺是一樣的，你為什麼要拆散他們？算了算了算了，你那麼有錢，我介紹幾條女給你，等你開心一下，我介紹十二個給你，好嗎？收你收嘴啊你 ！Action！ 喂，救命！我冇聽你，哎哎哎！唔係啊嘛！喂喂喂，救命啊！喂，我淨係知道包租公兩個拍檔，一個人事多，一個拍檔通，兩個 B B 可能喺度嗰度。喂喂喂，救命啊！喂，放我出去，好凍啊！喂，啊！小妹同 BB 跌出嘅接阿虎仔，你啊！
咁樣你再照顧，你再照顧他出啦，冇所謂噶。我哋入嚟執呢個架，執呢個架嘅，因為你冇所謂噶。執呢個架，我轉咗，我翻翻轉頭就cut 佢。一翻翻轉頭接翻個正面。即係你定住唔好喐啊嘛，你定住唔好抱翻個身。唔使，我一接一喐，一喐我接翻個正面，砰！咁啊，接翻個正面，砰！哎，搣出嚟，搣出嚟，慢走，完咗之後，接翻個正面，砰！咁啊，搣出嚟，慢走，完咗之後，同位拍啊邊個 ？Hero 喺度 ，Hero， 開咗一步，開咗一步。好地方就已經cut過人，啲嘅車哇！依度到到咗之後就我跟住出嚟啦，冇出嚟。跟最好就係一放啊，快啲出嚟啊！佢話我唔話走出嚟 ，cut 一走出嚟，有冇慢啲啊你？你又叫我唔好出嚟 ，cut 咁就已經接嗰邊，嘣嘣嘣入鏡。一嚟到就係 Michael 捧住三千萬行出嚟，三千萬行出嚟就走過嚟同你講：你放心啦，佢哋而家準備曬醫生護士咁關心個 B B 嘅，冇事嘅。你哋搞邊科啫？喂，冇事嘅啦，件事完咗噶啦，嗱，走得佢嚟嚇。你要過啊！依架車要過。嗰架車可以再高多啲。我嚟咗講。我玩過迪士尼。OK 咗。唔使買俾佢迪士尼。阿靚女，呢度咪迪士尼，你兩間我啦。係啊。OK 咗。你上嚟做咩啊？上嚟 check 我啊？离婚啦！我哋生。First or second, okay? Boom.
冇啊！玩玩，我爱你，我最爱你，你乜鬼仔？而家翻去嗰度玩，唔知，啊玩玩。咩事啊？话搵 B B 喎，我英文名叫 B B， 你咪搵我。靓仔咁串，咪自己个顶啊！哎呀，我玩嘢系嘛？咩事啊？话搵 B B 喎，我英文名叫 B B， 你咪搵我。靓仔咁串，咪死个顶。阿导演你唔好笑咁我好惊噶，真系。系啊，不过你喺度。我哋都唔驚嘅。半夜四點半玩過山車試過未？未。真係玩啫。有少少睡意，玩一個圈咁就精神翻，又繼續開工，好似飲醉酒。Bro， 我嚟。Action！ 估啲咯。哎呀，哎呀，我只腳。Action！呢、這個佢真係同我有仇㗎，呢、這個。阿、啊、哥，你唔使打俾人。你認真㗎，我哋而家唔係拍緊戲啊。喂，經理，打我先。翻嚟啊！翻嚟啊！唉，阿司機哥哥俾翻你揸啦，我落去。
你啊！你点样搞嘅？啊！啊！啊！ Action！我想着你会拱开我，系咩？我癫咯！你真系醉咗啊！冇事嘛？我有广东话说什么？我试试看你行不行？冇事嘛？冇。冇事吗？你冇事。Action！没事吧？哎，比比不能这样放，手手手手。你们两个也太大意了，就这样把比放在地上。啊？好运了。哎。跟住我俾咗時間我，哎呀 ，baby，OK，、okay. 啊，你，喂，哎呀，冇嚟，你想食死佢嚇？喂，走，你冇揸我張喎，啊？Thank you.
批埋啦。咁又好啲。再慢翻啲。你遲一刻鐘就慢啲。好，一、二、三。你唔好當拍文戲都冇事嗱，文戲往往啲幕後工作咧就係咁樣啦。成架車反咗，個工作人員喺上面，而家我上去睇下有冇事。唉，人有冇事啊？真係唔得，我都會冧。咁啊，出翻去架車同我背咯。啊，得我 keep 喺車度。你有帶身份證啊？有身份證。慢慢嚟啊！有嗎？有冇人跟你噶？有啊，有真片咁啊。有啊。小心啊！电影圈有一句话叫小孩与狗马与教头都不能拍 Hello 他是一个小孩子真的是人见人爱你看婆回来他知道你做不对你了我阿婆亲呢即刻就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成龙婆亲就喊古天乐婆亲就喊他很醒目他一埋位他就喊action 咁即刻就喊，我谂激死你。即系拍佢喊就容易啊，拍佢笑就难。哎呀，哎呀，喂喂喂喂，一咳咗佢就笑，每次都系咁。你笑，你笑，啱啱几廿人饮，你都唔笑。其实拍小孩子真的很困难，很困难，还要逗他笑。又不能骂他。我谂系我哋喊啦，系导演喊，演员喊。人会觉得啲小朋友啊，好似咩都唔识啊，咩都唔明白。咁其实佢哋系识噶咯，好识睇人嘅小朋友，好直接嘅。即系你对佢好，佢会知道咯；对佢唔好，佢都会知咯。佢要瞓觉嘅时间，我就要瞓觉噶嘛。你唔可以用我要瞓觉嘅时候，你嗌佢出嚟，喂，做戏啦，做戏啦。佢唔会话你话一，佢就一噶嘛，啱啊。你话佢嗰时佢要瞓觉，佢点会听你讲啫？玩開咧，咁佢就冇乜所謂。但係一陣間佢都會喊，佢始終都會望阿媽，阿媽喺邊啊？阿媽喺邊？你哋見到我哋成日笑嘅部分同埋 B B 都玩咧，其實咧我哋拍嗰時好辛苦。呢部戲我覺得最辛苦，反而係同個 B B 仔合作。甚至乎係辛苦過拍動作場面。想第时都会生小朋友，但系而家首先赚咗奶粉钱先。哇！第一，好长。你而家咁精神，你而家咁精神，汤俾咗你啊 ，baby 细路。真是千金难买你一笑啊。到天明不敢去睡，担心汗流浃背，看着你可爱到流泪，忘记了自己疲惫。宝贝宝贝，爱你一杯，
不求你有什么装备，全靠快乐给你栽培，只求你问心无愧。将娇儿抱在怀，心酸啊难了，为娘我有望对你愿，宝贝宝贝找出宝贝，你要自己小心防备。走出社会，担心你有否机会。宝贝宝贝爱你一辈，不求你有什么作为，健康快乐给你栽培，只求你问心无愧。将娇儿抱怀，心酸难了，为娘我有话对你云。这世界如此颠沛，千万别半途而废，千辛万苦把你栽培，爸妈的苦知道没？大哥未同上次一样咯，真系咁中意玩我。觀眾對於大哥的形象都是比較英雄，他其實可以好做到喜劇。去健身我都會嗌我花名，係咯，今日仲衰啊！今日唔記得咗我叫咩名字。有嘅，快啲嗌啦！拍喜劇係好自然，大家一埋位咧，就諗下點樣笑先。我每一次出場的位置我都覺得挺搞笑的，即要扮雞扮洛麗塔，我從來都沒試過。說是喜劇，其實也有一種感情的東西。其實我自己很看重在那個人物的變化，這次是我很大的嘗試，做一個壞好人吧。基于三个男人对一个细蚊仔的爱心，他初初以为细蚊仔就偷了之后给回人家妈的，结果拿了小孩子之后，原来是很多人抢这个小孩子，他们是等待一件大事件的发生，就是用这个 BB 去换3000万。张张都是同一个 number， 原来这个细蚊仔我们拿了之后是有生命危险的。前面我是为这想要这个小孩子赚钱，到了后面我要保护这个小孩。冇飞谂啦，我哋冇晒飞谂啦。陈木胜系佢俾好大自由度啲演员，咁你想点你自己发挥咧咁。有请，我借收几条女俾你，你开心一下。我借咗12个俾你，好吗？神收取啦你。佢系一个好有喜剧细胞嘅一个导演。几好几好呢个系嘛？唔知佢引发我嘅喜剧细胞，定我引发佢喜剧细胞？他有他的眼光，有潛質實戰的草尋是一個導演，他也知道我要什麼，我也知道他要什麼，可以講是天衣無縫的。
成龍呢，大部分就主要都係打嘅，但係呢度打得嚟好有意思。同埋覺得幾好玩嘅，因為我又冇幻想過大哥可以咁樣拍一部喜劇出嚟。喜劇方面是最好笑的一次。三、二、三，今次的動作會仲比較難嘅，就係因為喜劇。大哥的戲是不可以缺乏動作，因為他要很多元化，他對反派他有打，反派打法，搞到很多腦汁去拍的。我是差人，只有他走我捉他，但是两个人遇到差一起，我们两个人就对付差。咪行住，小文，唔好问驼背同大佬揽唔住医生咩？啊，你是不是歧视伤残人士？Calling control. Hello. Doctor Sir. 系。有啲咁急急整。收啊！一个梦幻组合。一次不可能嘅任务。一件价值30,000嘅贵宝。哇！令全世界翻天覆地嘅一个诅咒。赴汤蹈火，挑战夺宝最高难度。陈木胜幕后操纵，成龙策动。九月 BB 大逃走，宝贝计划。一、二、三。打就是成龍同埋古天樂打曬噶啦，成套戲咧即係我都唔使打嘅，即係好舒服嘅。但係有時會大家覺得會比較攰咯，咁同埋大哥呢啲動作比較嚴格嘅，唔會話一兩個 take 就 OK 嘅。十個 take 啊，十幾個 take 以上去做，咁所以有時體力方面都比較攰啲。做的動作他喜歡自己做，他會跟我講。给我做多一点，我会做。晕咗。嗰啲拳点样出啊？嗰啲脚点样踢？我唔知点话俾你听。好嘢，好仔，好嘢。永远拍动作片喺嗰个戏同埋喺个动作里边咧，嗰个平衡。那一點是最艱難的，今次的動作會還比較難的，就是因為喜劇，喜劇動作呢我覺得是難過硬橋硬馬的功夫。你媽來啊，你媽來啊，可能對很多人來講很危險，可能很困難，但是對我來講呢，我已經很習慣去設計這種危險的動作。咁但係成龍大哥就有呢個長處咯，佢度嘅喜劇動作佢都係好出色嘅，
即係佢可以度到同佢對打嘅人咧，係一路打一路有戲，同埋一路打一路會有一個喜劇元素出咗嚟。做起來當然是每一個鏡頭都會很難很慢，但是我們都會很順利的完成。我是一个兵，成龙教的贼，由细到大呢，大家是两兄弟一起一间学校读书的。他以为我一出来呢，他以为见到个朋友爬跳啊跳跳落地下，突然间有差人去捆绑，原来那边个朋友呢就是捉他那个探长来的，捉了他回去了。读书你呢，搵钱就我呢。我设计成龙这个人物就是他一个赌徒，他一个贼，他最希望就是不劳而获，没那么辛苦啊。咁但系其实咧，永远都系有因有果嘅。我快啊！我哋做三个贼嘅指挥嗰个。今日咧就话，我有好消息，有坏消息。咁但系呢次佢面对嘅就系佢自己啲钱俾人偷晒啦。咁啊，佢要做一次佢心唔想做嘅嘢。三千万收唔到，边上嚟咧？好敏感的一個性格嚟嘅，即係佢自己本身從來冇偷過生命噶嘛，所以由頭至尾咧都係好大矛盾嘅。爸爸，快啲走啦，爸爸！八達通呢、這個角色，阿 sa 飾演我老婆啦，因為好後生就同佢結得婚，而屋企個老婆就俾唔到佢將來，只係覺得佢一個婦女。你上嚟做咩啊？都嚟 check 我啊？離婚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世界其實好多嘢我都未玩夠啊，未睇曬，成日都有一個理論就係唔希望為咗一棵樹而放喺個森林。見都見啫，都唔會有㗎。你咁樣飲醉咗，又冇帶隱形眼鏡。哇！你有冇人性嘅未知？冇帶隱形，硬開我啊！我是一個偷東西的人，家庭也不是很幸福。廣東話叫大食懶啊，大吃懶。為了找快錢，賭得又大，用錢又多，但是又不想做。有錢不是大過天呐、啊。要人好，心地好。其实挣钱只是一步之间，结果就是走上一些邪路。那到了后面是怎么样呢？那你们自己去看。你想加边个秘书？到时留个好位俾你。How can you be chopped? They look so pretty. 其實今次整個喜劇的調子都不是很瘋狂，而是幽默啊，比較輕一點，即我不想去到一個很胡鬧 的一個方法。我英文名叫 BB， 你沒有找我啊？其實都偏於是一個實啲的手法，但是你在生活裏面你是會見到是會這樣的。哦，是吗？有点了，你真的整了。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喜剧，成龙怎么样去照顾小孩子，我连那个尿片我都不会包，怎么样去喂奶粉我也不会，怎么去学。哇，拍喜剧我以前觉得很难。啊 OK， 那我们两个啊，古仔就望我，但今次我拍喜劇，我在現場我們經常笑，我會覺得只要有那種氣氛，還有我們知道自己在拍的是什麼，很自然。你拍喜劇的時候很多人都會笑。我講幾年了，動作都要有，我就不可以俾佢太過抽離或者太誇張。有大哥啦，有古仔啦，仲有許冠文啦。緊張之餘，我諗裡面都會有一啲令到人哋好發笑嘅一啲位咯。呢個唔 OK 喎，幾次試啊？小文，我而家唔爭啦。啊！係啊！係啊！好 high 咁樣嘅，呀呀咁樣。喜劇、動作、危險。都有。快点！一、二、三，一、二、三，放！
OK。我希望观众睇完呢部戏会有笑，亦都会有泪。唔好意思啊，好，恭喜老板。大部分嘅 family 可以睇到咧，系好重要。佢話呢套戲好睇嘅原因就係因為三個主角咧，阿成龍啊、古天樂啊、我咧，三個對於細路仔都係有一個喺成長裏邊係有一個疤痕嘅，咁啊，所以三個對細路仔都好敏感嘅，所以呢次偷一個細路咧，嗰三個人心內中由頭至尾係鬥爭緊嘅，最好睇就係佢由頭至尾都係鬥爭緊，一路鬥爭一路又要唔想去又要夾硬要去，咁又要夾硬要被逼要打。咁所以佢就算打嘅場面我諗都會好睇過以前成龍嗰啲打咯，即係。喂，楊志滔，嗯，你繼續去。啊，楊志滔翻嚟探老豆啊！哎呀，呢啲人做咩啊？整衰曬條村啊！死仔，邊睇你而家？我生你嗰陣時係咁噶嘛，你而家變成咁噶？我現在在做生意 ，businessman。威強嚟噶，投就投呢啲係叫踢爽，八千蚊支。我有咗啊！喂，俾人呢啲嘢，我唔知噶，唔识噶，我俾人爆咗格噶。要发达，一个方法，偷 B B 三千万，你搞搞佢啦，唔该你快啲啦，佢啦，你搞啦，你搞啦。点解琴日同学会唔出现啊？同学会？嗯，冇人打仲开冇？冇啊！